各位你哋好，欢迎收睇阿苏当下频道，我系阿苏 Johnny Su。从地图上边见到有一个地方叫做赤沙湾遗址，听个名字应该系一啲历史名胜嘅地方。今日就等我去睇下啦，因为呢个地方有少少远，所以我行高速，大家系咪见到好少车、好畅顺呢？而家大家见到呢一个位置就系赤沙湾遗址啦。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那样。开头我还以为这里是一个景点来添。现在只好再向前行一点看看有什么。条路一直行都是这样，亦不见得有其他车辆经过。行了都有十几分钟，现在前面终于见到有些建筑物了。不过就完全不像是景点，看这些建筑我觉得应该是厂房来的。看来这个地方都是没有东西可以拍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吧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关注和评论，我会用不同的角度带你去看这个世界。